规模会发现我。那怎么呢？哦，是啊，刚才就是这只羊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变瘦了？Hello， 我是正在吃印尼炒泡面的查米。吃完早餐的李子。那今天的话，一样可能就是在这边先搜寻一下，他用微甜，然后我用汤匙 spoon， 然后去试试看。Let go。哎，李展，你今天吃早餐吃印尼炒泡面，你有吃到什么味道吗？有啊，我吃到印尼的味道。哦，我怎么吃到阿嬷的味道？可能阿嬷觉得，阿嬷觉得你需要补下。不是，有时候都会看那种就是早餐店的那个阿嬷，然后就直接用手整个塞进去。像我刚刚面已经露出来，阿嬷就直接把我手，他就直接把面抓起来丢进去。你知道在吵一吵吗？你知道没有啊？那么厉害啊！感觉心情很奇怪，好不好？他有发现这个铁板上面的三叉钩哎。嗯，因为不知道什么鱼种就三叉钩。看，这是围根网。这个是 Super Light 雪花鸡精。超级微铁。漂亮，就这个了，很漂亮。啊，这个好，秒中。什么高？哇，好有力啊！好，小颗小小的，看到了。有、哦，是瓜吗？好小。瓜。哦，有。是瓜。啊、哦欸，不是、欸，不是瓜。这是小长须鲹吗？印度长须鲹好酷啊，是吧？对的。有。哦，嘴巴哎，它嘴巴好大哦，好可爱哎、欸，来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请观众解答一下的。追尾对啊，它长得好漂亮哦。它有两个翅膀，感觉身上滑滑黏黏的。新的，好，嘴巴。对啊，嘴巴。好可爱啊！啵啵，好腥哦。对啊，它好臭。好腥哦，有个腥。这个叫做什么？有点清奇怪。对，真的有种那种清奇的感觉。你看，闻到那个味道，它真的长得很像印度长须鲹。再不赶快走，我们就没办法走了，我们就被浓雾给吞噬。会怎样吗？我们就出不去了，我们就要在里面开直播了。呼吸会变比较潮湿而已。应该在雾里面掉，然后就没有人会发现我。雾隐身术是不是？真的，我们已经在雾里面，前面已经完全雾已经靠过来了，差不多要走了。员工来换点，我带着我幸运护身幸运幸运汤匙，对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幸运吗？他会让我好有好心情。你看他这样看着我，我就觉得我好瘦、啊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变瘦了，李子？哎呀，有。对哦，他是我一天好心情的来源。Hello。我是不戴眼镜的查米，喜欢吊带的人都很色。我是龙爷，我超爱吊带的，那你很色。又来到港口来试试看丢尾铁。对，上次我们有先去正滨玩过，然后这次来再换一个港口，然后看在港口内里面丢尾铁会是怎样状况。那十四克的吗？我这次是配软丝杆。然后我溪谷猎人配五克的尾铁，指尖之牙，猎三五克。OK， 来 go。你会来吃这种食物吗？那怎么了？冲撞了！哦，给力！自制版，惊呆了！惊呆了！自制铁板也能中，惊呆！口里这边塑胶袋，虚声吧，虚声。好，对吧？对吧？神奇的鱼，才真有的是自家制，这个还蛮大。这个好像正滨钓到的那一只，哎，对不对？虚声。可是它的，就应该招的会这边会两个虚，它是只有一根虚虚。这是，来吧，观察一下哦。是尾巴。爸爸，什么毛都有。我们之前啊。
不是有 DIY 吗？就拿铁板上面贴一贴嘛。他弄成这样，刚才就是这只咬的。奇怪的贴，贴了一堆奇怪的贴纸。对吧？那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，反正十四克，对不对？我忘记了。可能要回顾一下那个影片的，对啊，我会贴在哪指哪边，来这边原本是要来找呱呱，那没关系，继续寻呱。不过这次蛮多意外收获的，对、啊、OK， 那我们到时候再去别渔港试试看好了。OK， 那今天到这边了。OK， 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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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